是猪猪。好可怜，猪猪。哎呀，猪，这气氛不对，老师来点音乐。开心多了、哦！哎呦，还那么惨！哎，可以站哎！哎呦，哎呦，可以耶！好灵活的猪猪！大家好，去哪里呀、啊？好了，烟雾赶快，烟雾弥漫，我们开始吧。灰蛇厨，好，大家好，我还正是猪猪。哦，遇到什么事情大家都不用担心，由我来替大家解惑啦。但是今天我好像有约啦，奇怪，我约的人到底是来了没有啦？全是猪猪，哎，全是猪猪、啊，海太太，你来了呀？我来了。今天来也有一些问题要问你。哎呀，又有什么事情啊？因为啊，我其实还是一直很害怕一个东西，我真的好怕黑哦。哎呀，我告诉你了，这个恐惧呢，是每个人一定都会有的。所以当你害怕什么呢？我们要勇于的去面对恐惧。你刚刚说你怕黑，我怕黑，怕黑是吧？哎，怕黑是不是？哎，哎，哎，不方便，不方便，不方便。你不方便，我帮你拿。怕黑很简单啊，你就用防晒乳就好 ，SPF 五十加加加。黑的都能够白回来，白的都能够透过去，还会流血呢、啊。确实，猪猪不是这个黑，我是怕黑，我怕看到阿飘。怕看到阿飘啊？对。那你就离红色的东西远一点。可是阿飘不是是白色的吗？哎，阿飘哪是白色的？阿飘是红色的。我，你没有听过人家讲说，昂阿飘，昂阿飘，阿飘不是白的，是红色的啦。确实，猪猪，你真的好有哲理哦。那是当然的啦。那你还有什么问题了？全是猪猪，因为我最近、哎……你不要这种崇拜的眼神，这样我要开导你了。等一下，我最近一直忘记事情，哎，到底为什么一直会忘记事情，都记不起来？我可以建议你一个地方去放松，你可以去马德里。为什么去马德里？因为你有失忆嘛，对，所以你到了马德里不失忆啊。哦，全是猪猪。那是当然的啦，好厉害哦！之后有任何疑难杂症，还是可以找我劝世猪猪来解惑啦。好的，老师，音乐了，地板动作 ，breaking solo， 好了，我拿你拿了，怎么那么好 cue 啊？哎，这一次谢谢大家了。回来啦，一切可好啊？一切安好。对，没有才心脏还要装支架，然后对呀、啊，这个没有关系啊，人总是这样，有时候高低潮都会有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、哦，那这个脚有说医生有说会好吗？医生或什么问题？当然要问嘛。医生有问说什么时候会好？大概可能要休息一阵子，一阵子就是等我开完刀之后，可能要复健三个月到三四个月。你要快回来！你看你的右边，你一生病啊，脚一胀啊，大凯啊、大根啊、香蕉，他们好开心，好开心。他们最近，你知道最近找香蕉都找不到，因为香蕉现在档期很满。走到那边听到那个大根在讲那样，妈，我要红了，我最近通告好多。太爽了，就是偶尔出来一下，让大家不要忘记我。对，对对对对，因为现在胖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对，连董哥都复出了。董哥也是抓到机会，抓到机会就出来，对，我有一点机会出来跟大家见面嘛，对不对？我相当不错，哎，刚这一段的表演，那个整个那个节奏啊，很松软。宪哥在旁边讲略长略短，宪哥，那宪哥不要讲，哎，我们讲话是公道话，你可能是病床卧久了，所以一切都慢动作。宪哥，这还不够可怕，可怕的是他们还修剪过，对呀，刚刚有彩排。你要出来，你要出来的时候，直接重新出道的时候，你就演素懒开始嘛，对，慢慢讲，对，你的节奏属于你的，一次演两个小时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怎么样？看到这哎。啊，我也不知道猪猪是什么人呐。自创猪猪是有名吗？不有名，不有名，自创角色，刚出道，刚出道，是一个香港人，而且出来都会很有气氛。你看，
原来是你自己控制的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到镜头了，来，不会。